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里是与你分享 ，This is Family。我是玩乐歌女，这局我当的是好人，跟着我一起出发吧。四号，一个大厅演奏，直接跳过去。难怪我任务不多，原来给我安排了一个演奏。这个任务我最喜欢了，你看，点一下就可以走喽。赶快换地方。可是右半边好像也很危险呢。这演奏吗？我就不做了。我要去客房。竟然让我还原照片 ！Oh my god！ 快快快，不可以杀我！通常我这样叫也不见得有人会理我，真的要杀我的人就杀我。看一下有没有人，哎呦，两个人，哎呦，快跑！先做别的任务吧。哎，二号是工程师吗？哎，可以杀人了！好，太快了啦！傻眼傻眼，哎呀，看看狼是谁。奇怪，九号怎么那个电线才过去两秒？可恶，你们三个人，可恶，我就跟下去了，人神共愤。我们本来想说后花园三刀，然后赖给四号。哎，还好还好。